你下去跟他们打架、啊！啊，干干干！我把我三五上丢掉，靠背啊！桌椅有了、啊。你太深奥了吧！ 深奥到我竟然看不懂桌椅，不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我先去一趟地狱。好，出发。哇，又入侵进来了。呀、嗯！ 克斯卡里伯，你吃过拳头吗？吃我的一拳啊！那个阿北到底是什么？啊，顺便去前面一点逛哦。 痛苦亡魂，我的痛苦未亡的，下来啦！然后突然出现什么怪东西，然后把我传熄了。 假扮精灵哦！哇，这也是敲不掉的。好，打一回吧。 发条突击式步枪，哦，在这里，只有第一枪消耗弹药。哇，他攻击怎么？哦，19而已哦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这个可以拿来打他。继续向前走吧，不要的东西就丢掉，不要的东西就丢掉。 护战士徽章，向导回来了吗？你导游回来了没？啊，算了，先回去一趟吧。 定位系统，有了，碳鱼器，哥布林数据，这也太难做了吧！啊，先收起来吧，然后去恶魔祭坛捉史莱姆。 画小只的诅咒印，哦哦，谢！等下你召唤是有东西来的呀？啊，等下看一下那些火才能做。好了，我们的火。哦哦哦哦。 铁特，耶！又来
运气真的有够背的。我还在准备，他就来一发，措手不及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在下面，我可以挖下去吗？算了，又炸了。嘿。哦耶！下一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大概盖这么高，他就打不到了。好，来试试看吧。会从那里出现。固化器，忍者帽，喷桥枪，OK， 鞋子帽子，你怎么召唤？这是一把喷桥枪。怎么召唤？按键是什么？控制。坐骑，坐骑。啊！呜呼！呜呼！再造，把它都用完。好，没了。又是忍者库。啊！奇怪哩，一堆忍者库。所以现在不能召唤，要晚上，那就召唤。东跟西到底在哪里呀？把这个打完差不多就先休息吧。刚讲什么海盗从东方，黑剑。
什么办法吗？这海盗大叔不走开，我捡不了东西，超痛的。我需要想办法捡回来，然后再赶快走。哦，他们会一直撞你，好讨厌哦。哦，碎碎碎，把东西送上去了，这样比较好打。哦，好的嘎仔，遇到史莱姆跟你们打架。哎，海盗水手。不要让船长上来，虾米拢好。接下来就跟他们打架。啊，干干干！我把我史莱姆杖丢掉，靠背啊！看我的秘技。超混打法，打不赢只好这样打。可以直接照在下面吗？那这样就好啦，看你们怎么打。我干不赢你们，我就这样打。啊干呢、欸？你这时候还来？他只要捡到法杖，然后再进去的话就 OK 了。只是他们一直进来，很尴尬。哦，待会儿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哦吼 ，fuck！ 20 minutes later。OK， 这个可以直接不要的丢掉吗？超多的，唉，那我突然来搅局的，那骷髅啊，那死海盗，我恨死你了，早就知道不召唤了。哎呀，红帽，我的小红帽，刚不打了吗？阿伯，你哪会伫遐？哦，舒服多了。虾米岛会？坏尸体。哦，谢。还害我浪费一只史莱姆杖啊！机车嘞。